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成立85周年，总统陈庆炎作为嘉宾受邀出席，和学院的师生以及校友共同庆祝。总统表示，国大理学院多年来一直按照国家发展的需要教导国人知识和技能，但他也强调，国大和理学院必须保持灵活性和创新性，以应付新的挑战。陈庆炎总统也在庆祝晚宴上为理学院毕业的杰出校友颁发奖项。